欢迎大家来嘻嘻乐乐玩实验。我们今天要做的实验是往上冲的颜料。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有什么东西。醋、油、水、药。这个是发泡锭。发泡锭。那这个是什么？颜料，颜料，对，好，我们要先把颜料加到水里。加什么？没办法。是哦。OK， 谢谢。不客气。加到这里，先加水。差不多。然后把这个还没，然后你把油加进去那个彩色的水里，对。不快了。好，先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好，放旁边。好，拿一个发泡锭。这个。对。那我妈妈看。拿一个。一个。放进去看看会发生什么事。你要再拿一个看看。娘娘，哇！好漂亮，蓝色的耶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来看，好酷哦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诺威，你又淘气啊。真的很惨。